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泪。劝君更尽一杯酒，你来征战几人回。不过有些英雄还是穿越回来了，可这一穿越就是几千年。收听张小花撰写的史上最爆笑穿越题材广播情景剧《史上第一混乱》。我叫肖强，外号小强，正接待着一批从古代穿越来的客户。我为梁山好汉和岳家军建了一个文武学校，正在参加全国的武林大赛。第一天上午的个人赛，李逵和汤龙全败了，但这也是激发了好汉们斗志的时刻。就在这时，组委会的人突然找我。糟了，不会是我做假证的事情被揭发了吧？正在我惴惴不安的时候，林冲站起来说，我陪你去。嘿，还是哥哥好啊。我和林冲随着那工作人员来到了主席办公室，其他四位评委也在，而且新月的美女领队和其他几个面熟的人也在。我这才明白，这里的几个人都是领队或者负责人。哦，来了，好，坐坐，大家都坐啊。还有人没有来吗？啊，已经齐了。哦，我们这些领队或者馆主啊，面面相觑，都不知道是什么事情。主席虽然还没说什么，但我们已经感觉到气氛有些凝重。难道这次武林大赛只是个幌子，把我们招来是要给我们安排特殊使命？是这样啊。那个，我们这次大会比较有实力的基本都在这儿了啊。那么现在有一个难题啊，我就想向各位求助了。怎么说呢？老爷子，您就放心说吧。我觉得在座的各位都是爱国志士啊，不管我们帮得上帮不上忙，都不会到处咧咧去的。是。这个事情也没有什么不可说的啊，肯定你们早上也见了，咱们这个会场的秩序简直就是一塌糊涂，以至于我们的工作人员想进进出出都得谎称拉在裤子里，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。我们带来的人手呢本来就很缺，靠那几个保安又是杯水车薪的，所以啊，是这样啊，我想跟各位借一点人啊，主要就是维持秩序，用不了多少天的，最多就是一个星期。等我们走的时候呢，我保证是物归原主，绝不贪污。嗨，就这事儿啊，那您跟我一个人说不就完了吗？那这位是？这时，那个老僧人长眉一挑说：“育才文武学校的育才。”一才不是有五个吗？就是那个校旗上有朵向阳花的那个。看来老和尚是属于偏向于向日葵派，我很感激他没说那是妖魔鬼怪。就是那个旗子上面画的乱七八糟的那个学校是吧？哦，您也印象深刻呀。这种小事情就交给我们那些学生办就行了啊，不用烦劳别人。再说几位远来是客啊，还要忙着准备比赛，让他们操心别的事儿啊，我这个做地主的怎么好意思呢？是不是？在座的有人原本就不想多管闲事儿，此刻沉默不语，也有不服的。一个肩膀上印着李小龙的精壮中年口气不善地说：“这么大的场子，靠你们一家能看得住吗？我们人多呀。那么精武会馆全国各地的人也不少啊。我说你怎么眼熟呢？嘿，原来是住我们楼上的朋友啊。在表演赛上你们的叠罗汉给我们印象深刻啊。会馆确实比我们有优势，你们可以站得高高的。嘿，你小子，你干什么？流氓会长急了，要冲上来跟我玩命。林冲一踢脚边的凳子，那凳子像长了眼睛一样绕过我，来到会长身后一顶他那膝关节，这大块头不由自主的一屁股坐了下来。
不要激动，有话慢慢说。我再乌鸦嘴说个丧气话啊，各位的队伍说不定哪天就全部出局了，到时候你们走了，这秩序还得乱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倒是我考虑不周的地方了啊。我可以保证我们能坚持到最后，而且我们是学保镖专业的。哎呀，你们就别跟着添乱了，本来不想凑热闹的，也得给你们的人吸引过来。刚才有一保安啊，贴身穿的贝贝夹就让人给抽走了，姐妹们谁想试试？你嘴放干净点。好了啊，这个事情是我鲁莽了啊。那个这样啊，现在看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事不烦二主了。那么除了这位育才的负责人，几位就去忙去吧啊。我这次表示抱歉，好，祝你们取得好的成绩啊，谢谢。咱们走后，主席笑眯眯的问我，贵姓啊？不敢，姓肖，您叫我小强就行了。哦，那好，那个，你是哪派啊？吴派。哦，武派啊，看你，哎呀，看你的指尖都在前端，好像是练过几天铁印子啊，不像是武派呀。那是抓砖头抓的。我们这个吴呢，是无门无派的那个吴，不是姓吴的吴。我只负责行政工作，还有业务上的事儿。哦，那好，咱们可以去先说正事啊。那个肖领队能出多少人呢？300个吧。这些人呢，其实您也不陌生啊。咱们这大会的举牌礼仪就是他们负责的，还有那个表演赛上，他们拿着那个。扫帚，我怎么能忘呢？扫帚，好。那天得罪了。没事。要说功夫啊，哎呀，贵校的学生让我们几个老小，那真是眼前一亮啊。至于咱们今天说的这个事情呢，哎，本来啊，地方上的公安机关呢也表示啊，他们是愿意帮忙的。但是我想啊，咱武林同道那是相聚一堂，还有外人帮着维持秩序吗？那不是沦为笑柄了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呢，我就想了这么个办法。给钱吗？你说什么？每人每天给200块钱就行。你小子跑这儿讹钱来了？就在屋里。那个这样啊，这个钱的问题嘛，我还没有想过。但是每人每天200，是不是有点高啊？那您开个价。问题是这个不在我们的预算范围之内呀、啊。那不要紧嘛。您只要把今天早上那个混乱劲儿的录像给相关的领导看看，他就明白了。这是重大的失误啊！昨天卖大力丸的都跑进来了，这成何体统啊？那你诚心给开个价吧。那这样吧，也别每天200了，300个人，每人发1000块钱，一直到大会闭幕，怎么样？哎呀，那就是30万呢。哎呀，30万毛毛雨啦！您在主席台犄角旮旯贴个小广告，他们不得给个几百万，是不是？好吧，让你的人下午来吧。啊，没问题。小领队呀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呀，既不是吴佩，你也没有练过铁印子，你呀，你是聚精方的。另外啊，这位年轻人，你是门子里的吗？他看了一眼林冲。林冲笑笑不说话，把手展开给他看了看。哎呦，果然好功夫啊。出门后我问林冲，哥哥，你们俩刚才什么意思？那老头打成野史枪，手上的老茧厚的都握不上拳了。我给他看了看我的，他自然就知道大家是同一路数。哦，怪不得呢。喂，徐领队，你们走之前啊，还想麻烦一事儿，能不能再借你们的人几天啊？没关系啊，我这就带他们去了。下午的比赛在岳家军的管理下秩序井然，段景柱凭着狠辣劲儿和在蓝色生死恋里发泄不出的抑郁，将对手3次踢出了擂台。董平更不用说，赢的是波澜不惊。
晚上我召开了梁山整风运动及第二天团体赛名单讨论会，大会第一项议程由卢俊义哥哥讲话。我们梁山就是悠久的历史的，早在汉不是这个哥哥，咱们简明扼要啊，那好简短的说，哎，那咱就从前些年说起吧。啊，那是宣和三年了，用现在的说法，也就是1122年。那个哥哥，咱要不再短点？那就一句话。不管谁上场，输赢如何，一定要打出我们梁山的气势来。好，说得好。那个，下边咱们把明天参加团体赛的名单定一下。那个林冲哥哥，你看，从来兄弟要没意见，说冒昧，明天就由林某带队。好，真好，真好，好好，好。哎，冲哥。那个兄弟对各位哥哥还缺乏了解，这点将的事情，冲哥你一定做了吧？张青、杨志二位兄弟有劳。这两个人既是天罡里边靠前的，功夫呢也没得说。我心想，与其这样，那团体赛不如全由天罡出人算了。林冲和我想一块儿去了，接着就指到了张顺那儿。张顺抢先说：“我和阮家兄弟都商量好了，参加个人赛。”哥哥，算上俺铁牛吧，白日里俺输的实在是憋屈呀。哼，林大哥做事有偏向，咱108个兄弟向来秤不离砣，为什么你有好事总是你们天罡先上？三妹，怎么这样说话？我选你这几个人是功夫不如你，还是资历不如你？仅仅是靠排名来的吗？是我说错话了，林大哥别见怪。那么剩下俩名额，总该有我一份吧？谁不服？在座的人里，不少都是他马上擒来的。见女暴龙真毛了，都很聪明的闭上了嘴。哼，那我明天可就上了。哎，凭什么你上？俺第一可不服。来人呐，抬刀备马。怕你不成？哎哎哎哎哎！二位同志请安静啊，明天的比赛你们谁也不能参加。啊，我为什么？铁牛，你今天上午比赛已经输了，而我们的团体赛和个人赛那报上去的名单那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你不能再出现在赛场上了。我可没输过丢人百姓啊。苍龙，我可不是说你啊。三姐，嗯，你也别太高兴。怎么着？你看看照片。怎么了？这脸虽然都照得跟梧桐似的，看不出来谁是谁，可是你看那发型却绝对都是小平头。你要真舍得剃成这样，那您就上。不是能戴头套吗？您这么长的头发再戴头套，您那脸得比那枣红马还长，弄好了是橄榄型的啊，还好看点。要一头大一头小，您就成圣火了，而且到时候也没您合适的头盔呀、啊，普通头盔都是护眼的，戴你头上的成鸭舌帽了。那明天我先不上了。大家都盯着看林冲，他的眼神扫到谁身上，谁都精神为之一振。十七二兄弟在，明天你算一个如何？啊，怎么是他呀？太行了，好。打劫的和小偷向来都互相鄙视，自古使然呢。我正笑吟吟的看着林冲如何收场呢，忽然，小强啊，明天你没有事吧？跟着我们一起上场吧。对，小强合适了。坐回去。哥哥，做人要厚道啊。你还不明白吗？基本用不着你上场，如果对手有实力，把林冲、杨志、张青给拼下去，其实别人上场也没有什么意义了，反正都是摆设，而现在也就你和石谦能够服众了啊。哎，那也只有这样了。不是，那咱们把人名对一下啊。哎，冲哥，
您就叫林胜吧。张青哥哥，你叫李鑫。杨志哥哥，你是王权。哎，强子，我起个王权这个名字吗？啊，那就是王公。哪个字啊？上面一个人，下面一个公，念童。啊，这时候会议室门一开，包子探进头来，看着黑压压坐一片人，招呼说：“哟，大家伙都在呢哈。”哎，强子，你啥时候能忙完啊？什么事儿啊？你赶紧。哎，你先干你的事儿。我这附近看见几家婚纱店，我想让你偷逛逛。婚纱？婚纱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就是嫁衣。三儿你也在呢，一会儿去啊。我就不去了吧。那就这样吧，明天咱们7:30啊，准时在大厅集合。我挽着包子的手，在夜色里慢慢的走着，在马路对面，一个熟人遇到了挺尴尬的事情，我一见之下不禁乐不可支起来。强子，你傻乎乎的呀，你笑什么呀？在马路对面，一个漂亮的女孩被三个醉鬼挡在路上，她正是新月的女领队。你说这仨人不是作死了吗？可是包子一看就着急了，他很有经验的从一个电话亭下面抽出两块板砖递给我一块。强子，哎，你拿着，咱快过去啊。哎，别急呀、啊、我请你看电影。啊，什么电影啊？这电影名字叫痛。嘿，你这这样，你还不赶紧帮忙？也行，去听听他们说什么。谁知那女领队一见着我，兴奋的挥手喊：“哥，他们欺负我！”我一下就傻了，这叫的那叫一个亲呢。当时我搜索了一丝他眼里的得意和狡猾时，我终于明白了，那小娘们要阴我，想把我拉下水。你这个小狐狸精！啥关闲事儿？我不管，我就是看看。哥，狠狠的揍他们哟！看他那清澈的眼眸和他那银铃般的声音，纯洁的像泰山他妹妹似的。谁能想到，他面若桃李，心如蛇蝎呀！你们谁敢动手，老娘我拍死他！哎，要一个眼睛，够劲儿，给我喜欢。就是丑了一点。没事，跟你们是一样。哎呀！不等他说完，我一板砖已经狠狠的砸在他脑袋上了。我小强哥也是有原则的啊，我的原则很简单，欺负我的女人不行。哼，看老娘的！哎呀！包子一脚踹中这个人渣的命根子，爽吗？嗯。别打了。女领队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回来了，她把我和包子手里边的板砖接了过去，架在栏杆上，像劈绿豆糕一样给劈了一地的砖粉。不会是？不会吧？假的吧？哟！女领队腿动了动，醉鬼手里边的酒瓶子就齐刷的断成了两截儿。哼，还打吗？
小强的混乱生活依然快乐继续。本剧原著张小花，改编程涵，编辑海燕，监制郝卫群、刘笑，演播张杰、艾宝良、小曾。本剧改编自起点中文网作品《史上第一混乱》，原著张小花。